鸟群离开了森林，整座天空很灰心，蝴蝶不再被吸引，玫瑰盛开得很安静，远方的风雨不停，人世苍白而孤寂，徘徊无助的人群，焦虑着何时放弃。故事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，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。岁月般的流转，划过了天际，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？云是在浩瀚的宇宙千里行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，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。我是如此相信，在没有知觉的生命。住的人群，焦虑着何时放晴。